很紧张，现在上这种游乐项目就紧张。为啥呢？就紧张啊。这个还好。不行。怎么说？紧张，害怕。当然哭了。姐跟你耍怎么帅？他一个你一下去蒙完了。哎呀！哇！我感觉我们团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带妆的。然后带妆也是把它卸了，你看现在。好了，何乐乐好坏，何乐乐咬了一鼻子，把那衣服打开，真的吓死了。是何乐乐飘了，原来。小孩。小孩。